天小事教大家免开盖估车。啊，价钱是战战嘎战战嘎战战嘎，然后你妈的，妈的，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ムミクマ。欸，好不容易好天气了，戏子从10月1号下到10月25号，我怎么受得了？规个起来，规个人拢发霉啊！哈，你有没有都翻开洗？要不然会发霉。有。包皮过长啊，马上被我套出来。怎么样？包浆。欸，现在流行这样，你不知道现在流行这姿势？网友知道，我不讲。不遮了啦，对吧？不晒光。我们天气好，人就开心。欸，不是这台，这台很漂亮，没有。哦，不是哦，这台哦。那是那加布，哇塞，这个是2007年的 Pro Plus， 硬哦，硬哦，不是利哦，硬哦。为什么这有新款？为什么知道是硬哦？你知道吗？欸，你不要这样哦。嗯。便宜的车也是车，长得丑的人也是人，只是长得比较丑的人。哦，好不好？是，我讲我讲，就跟那个嘛，你不是个没用的男人，但你是个没有用的人。差不多意思，就差不多这样。熏黑头灯，这是硬油的基本配置，还有天窗。当初这个狗不拉屎哦，如果是那个硬油的，有分两种，有天窗跟没有天窗的。好，然后它如果是硬油的话，它这边有熏黑水箱护罩，水箱护罩跟这个中网，一串包拉屎。这块是 N 管的话呢，嗯，你看几亮几亮，开足紧了，然后都不亮了。然后你看这边还有一点点保持亮度。嗯，泰山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停在外面啊。我就说了，好险你是媒体部的。我问你哦，停在外面，嗯，太阳晒有道理，这一边褪色了，嗯，变乌啊，嗯，这一边却没有，还亮亮的。还有雨淋啊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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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问在，不是这一片考过漆有问题，就是这边有重新做过，但是有90%的机会这一片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小事教大家免开盖估车。是啊，我等一下拉开就知道，没有 C 的。你确定？我刚刚有没有开？你没有开啊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有 C 的，我等一下开，开奖见分晓，看什么叫老江湖跟老屁股。现在要怎么穿啊？对不对？这退到那个塑胶痕迹都出来，这个应该这个门把也有换过。哦，欸，你看这台车，我想参加过越战，那么多弹孔，你看。欸，真的呢，哦，受爱拉康的啦，啊，结果双面胶啦，这么是，你看这也有啦，有没有？不过还有去编这个车红线的打洞的方向盘，可是也是磨得光亮。它椅子有破吗？是这样破？这椅子我觉得是重编的，这还配备怪怪的，因为当初印油应该是那种双色，有点类似赛车椅，结果他现在把它编掉了。我这样看一下，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好像。这到底是不是硬油的？因为有些车，我跟你讲，有几款车的配备真的很难区分。哪几款 ？Toyota、Mitsubishi， 他们哦很擅长用配备扰乱人心。扰乱人心，真的啦，上面精装板呐，哦，加冷光门槛呐，加上他雨刷底噪器啦，方向盘、安全带护罩啦，不会，哦，都是配备。嗯，然后精装再精装再新精装，双精装、三精装、八精装啊嘞，啊，价钱是战战嘎战战嘎战战嘎，然后他妈。妈的，哦，他妈从70几万，对不对？战战嘎加到80几，说最后再说便宜你10万，这样就哇，便宜我好多啊！其实都一样，是，其实他就是把你搞乱了。对啊，啊，乱了之后就造成哦，我们二手车商，像我们有时候在估的时候，真的会搞不太清楚当时的配备。我曾经被骗过 Fortis 啊 ，Fortis 也有分 EO 嘛，对啊，那 EO 应该有方向盘的换挡快播。那有一次有一台 Fortis 我去估啊，我就哎呦有大包有 EO 外观什么，哎不错哦，买回来以后我去查配备表，怎么查都查不到那台车的配备到底是哪一个等级，新车等级到底是哪一个，查不到，查不出来，因为它没有快播，可是它内装跟外表都是 EO， 椅子也是 EO， 慢吧、尾翼那些都 EO， 头灯那都 EO， 某牌还很流行那种卖你阳春的等级，最后帮你换一些配件，加一些配件，外厂的配件，然后跟你讲说这个是中阶或高阶的，然后卖你中阶高阶的价钱，好，反正很乱呐、啊。好了，不管啦，反正这个车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到这个年纪了啦，管它是不是硬油，怕它钱保管像硬油就好了，只能这样了嘛，不影响残值了嘛，就跟某牌撞坏一样。刚的某牌是同一间吗？不是，不同间，不同间。哎、我们人就在，你猜不到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先看几公里，椅子还不错啦，可是椅子看起来是重编的啊。三菱的车最会搞这一套系统锁定中、嗯、这时候你就要拿很像你回家要刷电梯大楼钥匙的电梯的那个晶片、嗯、然后开始找，从这边开始找，一般是在侧面。 M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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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ter， 哎，是吹乌波啦，
欸，哪里呀、啊？我是抓在哪里？人都来了，车还没偷走。车主都在你旁边看呢。问车主的落差了啦，不能问。靠腰。烂东西。我跟你讲啦，暗锁哦，我们回来都基本上都要拔掉，最后都不是锁到那个小偷啦，都锁到自己。我看一下天窗是不是好的？好，158,000公里，2007年的，2007年，一年一万出头，还好。死了、哦？死掉了？死去啊？死了。他有发出声音啊，试图挣扎。哇，前面还有装抬头显示器。哎，一有呢，真的是一有了。他把人家椅子包掉了，然后这边有贴隔音条。这个就看得出来哦，这个车主曾经爱过他了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有听过吗？嗯。感觉你够老了，随便唱了吗？我就老了。失去的，我感谢你的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的机会。你认真唱好不好、啊、我认真唱起来，连我自己都怕。怎么倒车影像？是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是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刚试图要挣扎，要跳过去那个画面，可是他亮了一下，是哦。然后我又等他三秒，还是不理我，还是死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多老的机型，还有附这个触控笔，还有触控笔。我以为观众朋友很爱看我车子翻新，脚丫流量我看你没有啊，他只是想要看你花钱的。没有啊，流量不怎样啊。有吗？还好啦，那都是慢慢上去的，跟以前差太多了。我最喜欢看到那种，现在越差，我们回来整理越有成就感。嗯。可能是花下去，我觉得应该回不了本，回不了这个懒觉，懒得开换哦。你看这些洞都要补啊，全换了啊。哎、欸，这轮圈你知道吗？鼎鼎大名的，你知道是什么轮圈？因为它中间写 S，S，S 哎，这个是以前的最流行 BMW 136的时候最流行的五角大下轮框、嗯，不过通常十卡有九卡是放是加的，对，嗯，或者阿姨二，要开奖了是不是？讲信心满满，什么信心？没有教他，对吗？哇，你看这，跟泰山的皮一样都松掉了。哇，哎、欸，他这个虽然很神奇耶，他这个没有教，可是还有贴纸。来对照组，你看、哦、原本有教，嗯，有没有？有、啊。哦，不过他很认真耶，他想办法不知道怎么弄，把贴纸弄上去。那台没有教啊？对照组很好吧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们要去买中古车。对。对不对？你看不懂为什么没有交，为什么怎么样？多看两三台你就知道，你会觉得哎，再发动起来怎么觉得？比如说你看 Vios 发动起来怎么觉得有点抖？很简单啊，再去别间车商再多看一台一样音乐，再发动起来看看，有比较级，你就会知道正不正常。来，哎，这台比较安静，那上一台不正常哦。所以奉劝每一位观众朋友，你要买二手车的时候，多看几台，货比三家，真的是不吃亏。他不想比的，找我啊。哦，好，引擎盖也换过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你看推测撞击点偏左前侧，哎、欸，前侧后侧怎么分左右？是以你人坐在驾驶座，所以是左前侧，在这边做一个度量衡的统一。度量衡。对，好，很秦始皇哦。对，统一度量衡。嗯。好，有人说，哎、欸，左前右前它是怎么分？来，你坐在驾驶座，左前左后，右前右后，好不好？看小组长姿势。怎么看？怎么看？来这边，这个螺丝有没有看到？那个漆掉到夹件，那个都白的。啊，对啊。啊，这没有贴纸。对，那这边同相对位置，这个螺丝正常有贴纸，有贴纸。所以我刚刚讲的，在外面我们还没开盖之前讲的两样都符合，那一片做过考过漆，那这一片有换过，同时符合两点。好厉害哦！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刚才帮你开的，因为这台车真的是没有 C 的。好，所以它这个，因为你看哦，它这个没有贴纸以外啊，你看这个漆的颜色比较亮，叶子板侧面这里，对啊，这个漆的颜色是亮的，嗯，然后这一边就是它原来的漆，所以它里面呈现一种，一对它雾雾的，而且它有一点，你看它最后褪色老会变有点黑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从新车到现在没考过漆的颜色，就是类似像这里跟这里，所以这边亮亮的，就是这块。不过哦，应该擦伤而已啦，有没有？这边漆还是旧的、啊，所以代表它没有撞击过，或是撞击进去嘛。嗯。好、哦，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表面的撞击而已。好、哦，你看漆的新，如果这个漆新的这种漂亮的漆有延伸喷到这边来的话、嗯，那就代表这边全撞。这边全撞。甚至它避震器上座这条龟前面的龟啊，嗯，如果也是像这边是亮的，那就是撞到这里。对，这边全部都喷过啊，这边都没有啊，所以是表皮而已。OK， 过关。你看曾经爱过那就这样，它这边也都已经氧化了。
这个电瓶也撑很久。然后舒密特的拉杆，他真的曾经爱过他，曾经试图的想要在他身上花一点钱。不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点是，他引擎变速箱保持得很好。你看他没洗过嘛，引擎上盖这边都很干，从这边侧面照上去，他的变速箱，这种车很容易去判别啊。你一掀开什么都看得到，有没有？里面都干的，这个是变速箱，这里是变速箱，侧面都是干的。对啊，有没有？引擎这边都干的。哎，这一看应该就知道是没有整理过吧？整理过，整理成这样也不是办法。那漏油状况我觉得还 OK， 但是耗材皮带我看到还是应该要换。啊，轮胎比也不行了。2016年，隔热纸都已经产生开多龙啊。哦有啊。想透过隔热纸拍到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然后就妈没穿裤子。有没有？那很多网美啊自拍就镜子后面的男生这样没穿裤子这样。都没捞。要死我，你看。你真喜欢弄。你问我啊，我在问车主啊。你是咩？啊，没咩啊，就把你过年啊。为什么拜拜？你知道吗？他企图在这边粘一个东西，然后他用三秒胶碰到塑胶会起化学反应，也换杯。信不信？我帮你用三秒胶滴你的。不要啊，那个。哦，这后面有喇叭。那个年代有 CoPlus 等级比较低的，后面是没有喇叭的。它一样有做洞，有做喇叭网，但是里面是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对，回原厂加1200块，不用回原厂加，外面那个网路买一下，我记得好像4寸的，买回来自己接一接就有声音了。看小师长知识，不要乱花钱。他都有做隔音的，有他有做隔音。我是说他曾经爱过他嘛。一起的，我感谢天地。随便唱掉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，为什么我刚刚怀疑它是不是EO？你看我在后灯，我又发现到EO的后灯是熏黑尾灯，可是它却是一般版的昏暗色的尾灯，不是EO大，昏暗色EO大，你要想我没有，我已经忘记怎么猜。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就是整个规格都很奇怪，有可能它换过了，没有。哎呦，凶器！哎呦，哎，这适合你哎，猪八戒用的钉耙。没有，猪八戒是八爪的，八爪是椅子啊，不是那个东西啊。它的后发水也很好玩，你看它是这样对不对？平面嘛，对。它这边有一个这个，我记得我在介绍 Lancer's Power Back， 是 Sport Back， 也有这个，有没有？它这有个把手嘛，对不对？一拉，快速倾倒，但是回来没有。干，那跟他妈冰室那个头枕是不是一样意思？它不是一样吗？按下去，哦，啪，打好快，好屌！干，上来的时候自己要妈跑到前面的玩弄。那这个哦，它这个很有趣，它这个只要原本这样玩。然后这样搬，或这个down，它就写 down，get down， 这样，怎么样？接下去了，拿掉。后巴士有一个还蛮好玩的设计，是它两边都有设计这个挂钩，吊椰树。拍一下四颗螺丝，我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必说了吧？嗯，需要吗？不用，不用。观众朋友如果有长期在收看我们的影片，应该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。嗯，好，我要说什么？说，这门拆过啊，没有换的，真的没有换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胶都硬了，它是原来的。这个也可能可以呼应到尾灯，我们在讲尾灯的部分，所以代表为什么它的尾灯不是熏黑的，有可能就是因为某一次的 accident crash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讲，首先我怎么知道？好，那第二，我们可能要往下看，跟大家分析过嘛。如果是被后车追撞的时候，它踩刹车的话，它车头会下沉。嗯，通常车头会低于这个车屁股，所以都会往下面比较多。嗯，那它这个是靠上，我趴下来看，当然就是要趴下来看。做抠缸哎，有其他那样。好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好不好？哦，有。好。有没有看这边有红红的漆？摇，这一段皱皱的。对啊。真的是后面有发生 accident， 大概进来了5公分左右。嗯。好，这边都皱，而且喷到红漆，里面没有嘛。嗯。我们这个是不是很像？哎，阿怎么上了以后变我有帽子？你也来比啊！我也来比啊！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哈，大家看小师长知识就是这样。嗯，我们车还没看，我们就开始猜想哈，跟华生福尔摩斯一样，柯南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他这个拆过？他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？为什么尾灯换过？你就开始有一些怀疑，你就开始慢慢查看，那就发现真的是后面有被吐进去，对，有被呛掉。那呛掉有可能造成这个后车厢盖稍微有挤压，所以他板修以后要拆螺丝调整，那尾灯可能破掉也换掉。重点是这个车剩多少钱才是重点。有时候哈，你车看太清楚。你会不敢买，或者是你会出很低的价，你也买不到，买不到也没意义啊，你浪费一大堆时间，没买到，赚不到欢乐，赚不到钱。好，所以还是以能成交为原则，我们只是要先熟悉了解一下目前是什么状况，然后我就拿这支。你要提这支来讲，
用，这是他的咧。这台车真的很符合我们做老车翻修的一个基准。嗯。哎呦，盖不了，盖不了，两表哎。那为什么要粘那么多灰架？不知道啊。鸽子，哎，有编号，这是真的鸽子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那个年代的啊，老屁股啊，很流行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你的车上面啊，他们去那种军用品店还是警用品店啊，买一个那个很像警察的帽子，然后放在这个，就是你后挡风玻璃看进去会看到那个帽子，这样。或有的会放在前面。前座。对。然后有的会去买那个警察鸽子的贴纸去贴。据说啦，这样可能比较不用担心被干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或者是有人下来要跟你输赢，看到你的鸽子的帽子在那边，人家就可能就比较不敢先动手啊。有用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没有用过。我人好好的，我怕放了那个东西绑人吗？我出去被人家打。警察同仁辛苦了。哦。以上为节目效果。哎呦，做警侦。盲点侦测，你是放鬼不啦？90年代盲点侦测都是这些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算高级盲点侦测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盲区可以侦测到的范围比较大。它盲区很多哎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哎。对啊，而且这车还剩多少钱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2007年有天窗的 Cobus EO， 目前市面上车商在收的行情大约会在10万块，很高的，很多人说，有10万块啊！我不是说这台车，我是说正常的一个里程数、车况、内装、外观保持完整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它有10万块的行情。为什么？因为 Cobus 这台车，基本上我卖了赎金了。其实这一代的 Cobus 啊，反而比下一代新款的变速箱还要耐用。新一款的变速箱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顿挫啦，转速过高啊，或者是抖动的一些灾情。那当然，之前我的影片也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好，去原厂更新认定。看那个连结，有一集去台中租新的 Cobus 之后，我们会去原厂更新那个变速箱的认定，啊，之后就会比较顺畅。但是这一代的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它机械性的部分比较多。好，因为 Cobra 月薪还有一些什么全液晶的仪表板，什么小朋友的，我跟你讲，电子零件越多，真的就是会这样。所以这一代是机械，它这一代是从2007年一路卖到2013年。好，所以这一代的机械方面的结构会比较好，照顾比较完整，而且这个引擎是1600cc 的引擎，就是当初 Lancer 的引擎。那个 Lancer 的引擎，这个引擎大概从1993年用到现在。当然中间有经过小幅度的更动，可是基本上引擎的本体结构都是好像是4G93之类的，我也忘了啊，反正那观众朋友知道下面会讲。那这引擎其实也蛮耐用的，好，那省油不敢说，我觉得就是整个用起来就是没什么太大的毛病，所以呢蛮好照顾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这一代如果是车况好，你要卖个10来万，其实我觉得后面接手的人都蛮愿意接手。我说的绝不是像今天看到的这一台，哎，你看那地毯有没有？这个如果回来又拆下来清洗的话，观众朋友又在疗愈了。妈，每次都是松牛力干够的话啊，松牛力。不会啊，不会干扣流利的，干扣流科比用的。科比，不会，科比现在没做了呢，你傻傻的。现在他妈的学弟一堆，调卡连退休。好啦，那正常哦，10万，要给他扣多少钱？认真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5万。妈，你还打 pass 叫我要估多少钱？没有，你去跟他讲。我唔干，你跟他出。我唔干，认真讲，10万块是一个还算。还不错的水准，不敢说回来完全不用花钱，要去扣除整台洗澡，我们比较便宜，我们抓个2万就好了，就剩8万，对不对？再扣除掉4个门板的处理、内装的清洗、大灯雾化处理，还有曾经稍微碰撞过处理，轮胎也不行的，虽然刚刚看漏油 OK， 但底盘机械没有事，也不晓得底盘有没有 KKO 的声音。虽然这个车零件不贵，那我觉得应该，其实泰森讲没有错了。从应该5万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车你跟他出低于5万，他就直接对啊，旧换新的啦。因为这个客人刚有理解到，他是换那个 RAV4 要穿雨衣开的那台，所以他旧换新，所以他怎么估我们也没办法把他低于5万估了。那我先去跟他了解试看看，好，动自己心，做自己心，然后跟他分析一下状况。我希望最后能够用比报可以再更高一点的价格跟他收一台。好，我去处理。人家真的是鸽子，我没有乱讲。是啊，义警，义警很辛苦了。义警是那个每次交通时间，然后差不多啊。我觉得那个我是不懂啊，我怕讲会不会被泡。有一些很爽，有一些路段很爽，就站在旁边这样。
听说一小时不知道多少钱，那个有钱啊。对，然后有一些很辛苦哦。嗯，你如果被派到站到那种大路口，干，那很累，你知道下雨天啊，大太阳，然后车很多，哔，哎，刚才崩那鼻啊，崩个波烂。对啊，那就辛苦了，吹到快断气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有的真的很爽，我当然不是说有辛苦的，对啊，我觉得他那个路段不知道怎么安排，不知道是用抽签来用抢来怎样，我不知道。真的、啊，有的路口真的很超，你每天就看到他在那边，哇，好累哦。然后有些路口你就看到他的。有的站在那边的话遥控那个红绿灯脚手或树荫，你要不要去拍一片小吃一日疫情体验？可以哦，就是拍那种站在树荫底下的。啊，不过这种东西哦都是这个公益的一种。好啦，反正最后我们跟他买的价格是70000块，那是因为哦小鸭观众朋友看到我们这么认真整理完之后，隔天上架，隔天就秒杀，没个学去，所以我想说 ，CoPlus 还没有大整过嘛，嗯，反正70000块整理完卖个10几万，这一定要控制在10几万，因为这个卖超过20万没人理你。我想这社会很现实的啦，是啊，大家说哇好棒哦，哇买到这台赚到，哇好是吧，价钱一开转哦，大家都点起你知道，真的，所以化修化练大家都会晓啦，啊，真正叫你钱摕出来是无一定啊，不是社会现实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嘛，对啊，心目中都有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价值，哦，所以不能怪观众朋友，万人响应一人到场也是合理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 CoPlus 这一次看看小狮还会能够并香槟棒，还能不能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，哦，例如看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EVO 啦，EVO，哦，还是把它改成一零敞篷的啦，还是把它四轮那个避震器加高变成他妈吉普车啊，现在流行啊。大脚怪，哎，还是我们做一个那个 CoPlus Cross， 现在很流行 Cross， 有没有 Crossover， 有没有？还是我来做一台 CoPlus Crossover， 有没有？也可以啊，妈都跟消费者白痴一样，他妈一台压力，哎，对，一台车，然后把它弄高，弄个轮毂，然后哇，就变 Cross 了，对啊，他就要买单了，大脚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它弄高一点，然后轮子换大，就变 Cross 了，用个 CoPlus。Cross，CC， 不嘛是 CC， 嗯，对嘛 CC， 对对对，对吧？让是卡罗拉 Cross 嘛 ，CC， 然后我们是 CoPlus Cross 也是 CC， 嗯，好不好？今天已经这个2007年的 CoPlus， 我们最后成交价格70000块一估，好不好？节目到这边，拜拜。哎，订阅哦，对哦，订阅要订阅哦。妈，没订阅，我告诉你，你的会发霉。我的什么？会发霉的什么？会发霉哦，然后发霉就痒，翻起来洗就好了。奇痒男子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咻一下，连皮都不要，整个人都就跳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要订阅，没订阅会发霉。奇痒男子，拜拜。新人歌唱排行榜，你知道叶嘉修老师你有熟悉吗？我不知道。纪明扬老师你有熟悉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这很逊耶，妈你童年代都在干嘛，我以前不是他妈的欠栽培，要不然我妈没有去报名，现在要不然现在妈什么五五六六七七八八，你现在可以 啊现在来不及了啦，现在是报名那种有没有第四台有比较频道比较上面的，嗯，好，哦，啊拨电话进去，哦，台中的乡亲，你今天要听什么歌啊？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要听爱情恰恰。哦，好啦，音乐较早嘞。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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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电话里面唱卡 OK， 然后回音爆大，回音放个公虾咪咪咪咪咪咪咪，我亲亲亲亲亲亲。好了，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太多了，够了。东京情色派，我自己频道有没有？有啊，有。好，总总讲到一个有的嘛。看过那个，对不对？穿个围裙嘛，啊，里面没穿。好，啊，哎，上面胡椒罐帮我拿一下。你真的讲过？那个钉子没有在直播讲过嘛？对。对啊，要把那个钉子啊，帮你啊。